们好，丽丽姐姐好。哎，多多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点精神也没有。你说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啊？是不是不舒服了？我没有不舒服，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外国小朋友要来我家吃饭，我很想和他交朋友，可是他不会说中国话，只懂英语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原来是这样啊，多多这么聪明，怎么就忘了呢？我们已经学过招呼外国朋友的句子，你可以大胆地跟他交谈呀。这样吧，我今天再教小朋友一些吃饭时候用的英语。太好了！多多晚上要和外国小朋友一起吃晚饭，餐桌上啊，除了我们学过的食物和饮料之外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餐具。你们能告诉我都有一些什么餐具吗？有筷子和汤勺。